小橘子，你今天输定了。别被砸到哦，哈哈哈。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对不起，极速领域，我是雅思。这是一款赛车游戏，最近 Garena 应该快要推出的。然后它的这个地区呢，只有台湾、还有香港、澳门为一区，然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为一区，然后剩下的大家可以自己画面上看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目前已经预先注册了，然后有男生角色跟女生角色。那这个。就是他预先注册，好像是可以让前几名的玩家可以当封测的玩家哦。然后我刚好有就是当上这个封测的玩家，那我就来封测玩玩看。好，那目前玩的这个是台服封测的内容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我推测封测一款游戏封测完之后，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内就会出正式版，大家应该都玩得到，所以大概一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吧，猜测啦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这个极速领域的这个新手模式。新手教学，啊，看到一个开的很像那种卡丁车的感觉哦，然后叫我说倒数结束时的光圈缩小时，点击小喷可以触发超级起步哦，有点像是在玩那种就是马里奥赛车的感觉，就是你起步的时候可以爆冲一下，哦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直接按下去，哦，我就可以直接往前冲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好像有分普通、不错跟完美，完美好像冲的比较多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来玩一下这个组队模式啊，它是组队竞速的，就是没有道具的，一般的竞速。然后我选的是女角，因为想说用个女角，可是后来发现不妙，大家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这些车子其实都是游戏送的，不是花钱的，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就来冲刺，哎，没冲到，可恶！一开始就倒数第二名啊，最后一名，太悲惨了。好，还有这边有一个冲刺哦，然后这边过弯呢，我都可以甩尾。不过没有甩好，它这边就有点像是一般的赛车，甩尾之后集这个氮气，然后氮气呢，甩尾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小喷的，像那个蓝色就是小喷，然后氮气就是那个偏黄色的，好像有没有？现在又可以小喷了，落地之前也可以小喷，空中也可以小喷呐，然后甩尾集氮气，然后可以小喷，然后再甩尾集氮气，然后再小喷，然后又一个氮气，然后再甩尾，啊，撞到了。原谅我，这个我的赛车的技术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不太会玩赛车，但是我蛮喜欢玩赛车的。虽然说以前玩跑跑卡丁车的时候都是被人家虐的，对，要看人家甩尾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然后我就一直撞墙，一直撞墙，一直撞墙。对，这款游戏就玩开心的。哇，我这个甩尾甩的有点大，还撞到啊，真的是很可惜啊。好，来吧，不过总归一句还是算第一名的啦，新手中的第一名啊，我也算是蛮开心的。好，那他再来呢，剩下最后一圈哦。然后这边我占据第一，然后地图上的话，后面还有一个敌人哦，一个玩家。好，这边稍微甩尾，哎呀，没有甩好，真有点惨。总的来讲，这个游戏它的音乐跟这个画风都还蛮可爱，蛮不错。然后它的音乐很有那种就是竞速的感觉，很有就是在赛车的感觉。当然，你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是我自己后置配上去，因为它的音乐好像上传到 YouTube 上面会有版权问题哦，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音乐给关掉，自己配了个音乐。那大家到时候下载这款游戏的时候，也可以享受一下游戏的音乐。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之前 PSP 有出那种 GTR 还是什么东西的赛车游戏，它的那个音乐啊，就有那种竞速感，就真的让你享受其中。这款游戏的配乐是还不错的。好，那这边就连喷啊，连续两次小喷加这个大喷啊。好，落地喷，空喷有没有？它下面都有写字啊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直接第一名了。啊，虽然说玩的没有很好，疯狂撞墙啊，但是有第一名我就觉得蛮开心的。对啊，哎，而且它重点是失误撞停零次，哎，好奇怪啊，我明明有撞到两三次。然后这个第二名有完成这个整场，可是其他的好像就没有完成啊。它好像在第一名到的时候，好像会有十秒的这个倒数，如果你十秒内没有到达的话，其实就不算名次了。所以这一场只有第一、第二名有人，第三名是完全没有人。
然后这边我就帮所有人按个赞，我的习惯啦。然后就后来这边我就发现一个叫做邂逅模式啊，就是有点像是跳舞游戏的那种情侣系统啊。然后我发现我选的是女生，然后我另外一个当然是男生喽，所以我们两个男的在玩情侣系统，我就觉得会不会到时候变成说我要变成那个哎老公，我明天要去当兵的那种人，有点惨。好了，让我看一下，因为我中间其实有稍微练一下，看一下这一场会不会哎完美的喷射啊，好甩尾。第一个甩尾啊，撞到别人，不过有两次小喷。好，然后这边直接上左边。好，这个本人帅哥视野是跟我一对的啊，我这边又撞到了，后面还有人撞，哇，直接摔下去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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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早下来了，哇，直接变第二最后一名啊，悲惨。也就跟我前面刚刚讲的一样，其实我赛车游戏不太行啊，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。哎，他这边有一个技能啊，哦，就是说。这个邂逅系统啊，就是你前面的队友好像就是我忘记是怎么累积的，它可以累积一个传送系统，或者是让你的氮气可以增加的系统，就是你可以突然冲刺啊。那刚刚用的这个就是传送系统，不过很显然的用在我身上纯粹是浪费啊，因为我开车技术还是不是很好，你要东撞西撞的，真的很惨，我还在努力中啊。然后看到我这个队友本人帅哥视野啊，他一直在第一第二名徘徊啊。我这边在尝试着甩尾，又撞到，真的有点惨。啊，有有有，哎，啊，这个冲，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邂逅系统的这个冲刺啊，这个冲刺有时候都会冲到没办法去甩尾，我都会撞到。好，目前我第四名啦，终于挤进第四名，不是最后一名了，还在努力啊。好，这边应该可以很顺的过去了。啊，又卡到。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看我的甩尾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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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追上，赶快追上！氮气直接喷了，全部喷，该有的都喷。哎呦，我又传送了，我变第一名了。哎，又被人家追过了。好，赶快喷，赶快喷，可以喷的都喷。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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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我现在占据第二名啊。这个队友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。好。我要继续努力啊，不能，我看能不能得第一名啊！我的队友现在第三名了，应该有机会啊！我又撞到了，对不起，可恶可恶可恶！我一定要拼第一名啊，拿回这个分数啊！啊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好吧。结果我只帮队友得第二名啊，可是他队友变第三名啊！哎，这样会不会变第一名啊？因为我们这一队的都第二、第三名啊，看一下加分好了。好，这一场大家都有跑到赛道里面了，就是跑到终点啊。然后我花了两分多钟，哎，就第一名不是我们啊，好吧，我变第二名。好啦，至少第二名啦，不是最后一名，很努力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部影片呢，就先差不多录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记得要去预约登录哦。那预计应该是一个月内会出这个正式版啦，大家稍待一下。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可以帮我喜欢是订阅，或是分享出去给你朋友去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，就更多力去做秀。按订阅本下订阅旁边小铃铛，这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始播的时候通知你哦。那么下部的影片再见喽！啊，对对对，那个记得到时候不要忘记，就是下载这款游戏来玩哦。好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各位拜拜。